新的市长，或是查某市长，或是咱民进党的主席来带领的时阵，这是历史的公认，对吧？所以，来嘛，请叫到蔡英文，啊，咱这个选举议员就到吼陈启林。因为咱的主席，家己跳落来选市长，足辛苦，所以呢，市议员的部分也比较多啊，东部较无时间照顾，啊，所以我发起一个Go Go Go连线，本来是讲来咱加减来帮忙几十个也就好啊，啊，无是讲三十个变作四十个、五十个，即嘛七十几个，啊，所以恁就知影，每一个议员，你的选举都有够忝啊。啊，我从台湾头走到台湾尾，73个啦。啊，逐天来游街，你想看我手爱安尼洗，手爱安尼洗，所以两边啊肩膀其实拢头拄仔拢去治好才过来。所以每一次选举哦，无选的人无一定无忝啦。我选，别人挺我；啊，别人选，咱就爱去共相亲，叫做小换工。啊，这也是民进党的好传统。啊，像咱的执行总干事王崇金，哦，本来拢在台北市啊做这个一面长哦，协助台北市东部发挥啦非常好。啊，即马退休以后转战者，啊，伊个领导之下，咱的选举已经下下去。啊，我会当安尼养两侪人，啊，全爱感谢咱的。中央的国策顾问，咱张桂龙国策顾问哈，全台全国安尼跑来跑去，非常的辛苦。所以咱这场选举嘞，两性共治，十波十号拢团结起来。啊，再来呢，就是历代哈，薪火相承，老中青拢有。啊，这选办是十几岁哦，全国走透透。哦，啊，我算中位啦，啊，你算少年，你算少年。所以老中青结合，男女要同心协力，对不？现在，今晚所有焦点拢放伫咱台北市，啊台北市看起来咱所市政府应该是非常稳定，啊咱即马对这个新北市哈，过去台北县靠大家哈，啊一边替咱的市政加油，更加重要是咱的意愿，啊最后哈，大家交入各个哈，要有三大承诺，你知哦？第一就是爱清白选举，啊咱交各个。我们来清白选举哈，啊，就这个刚刚爱两项代志。第一项，我那爱训练人专门抓对方，一定有人买票，要抓买票，吼，啊，你来接受人检举，啊，你帮助伊去警察局呀，所以要有这专案。第二项，咱嘛爱小心预防别人甲咱讲来买票，所以这里我那爱真小心的所在，啊，所以我就你有法律顾问啊，无你甲请教吼。啊，种选报法规定咱足详细，一挂人甲你挂乌就落真贵。这两礼拜定定这个奥博会出来，哎哈。所以这啊，第二就是讲啊，这段时间咱候选人啊太太啊，恁陪同伊，除了迄个车扫个伊啦，完啊较闹热的所在，加加服务，拜托。啊，这是真好，尤其下面我陪你洗过吼，闭馆啊，明仔载开始，你家亲自加加服务，啊，出来给你握手啊，给你放炮啊，这些东西，你也顾不过，吼，做一个事下就去拜托。啊，这边讲啊，真正有影吼，是足关键的时阵吼，对方一定有咱这种布置，啊，咱若安尼稳定来成长的时阵，然后一定安稳。咱的陈启林当选以后，各个成员当选，清廉勤政爱民，啊，我就对大家一定是相信你做得到，对不？清廉勤政爱民啊，第三点，啊，节能减碳保安台湾，我爱进入讲，因为咱即摆地球破灭啊，台湾嘛破灭，有足侪问题，天灾地灭，啥来天灾地灭？啊，这咱当选以后，就一个时间，我会参专家的。啊，即嘛按动物的就知影，要安怎，足侪灾难会来，啊，咱要安怎防灾避灾，所以这也是我做各个连线是足用心，唔是讲互恁调就煞，调以后再要替大家服务对嘛？啊，所以咱啊，靠今仔日先来过来，热烈掌声来依旧支持蔡英文，谢谢咱的陈经理。